为了消除东日本大地震后中国人对日本产品的疑虑，以及支持日本受灾地区的复兴，我们正在中国推展活力日本宣传活动，并且在上个月与中国各地举办了相关活动。由于日本企业的环保技术越来越受到瞩目，我们在北京设置了以环保节能为主题的日本企业展示区，介绍了电动汽车以及日本的各种环境友好性技术。此外，我们也在广州举办了旨在宣传日本品牌和支持日本灾后重建的活动，会场内观众云集，热闹非凡。我个人认为啊，品质是挺好的，因为刚开始是有的，但现在好像也没那么紧张了，感觉上啊。